人，双掌双足缔造之物；人事，七情六欲吞噬之间，哀怨憎恨嫉妒痛苦与恐惧不断侵蚀着人的精神和肉体。为拯救苍生性命，人的先祖凭借着勤劳与勇敢寻得了自然的馈赠，用来解脱苦苦挣扎的人，他们将它称之为药。然而过度依赖沉迷于药物之中的人，逐渐失去自我，成瘾与麻痹下催生出了可怕的自然报复，毒物即药物，药物亦毒物，毒药药毒终抵不过人心。